Hello，两只乌龟，你在做什么？一只乌龟在睡高高。是哦，那另外一只乌龟嘞？在爬爬爬。是哦，这个是苏卡达象龟。你蹲下来，你跟他说话。苏卡达象龟，你好啊。它叫苏卡达象龟。它里面有什么？它有壳啊，而且它们可以活很久很久。我在跟它玩哎。什么东西？虫虫在这边。这个是虎头蜂，这个是虎头蜂。你看到这个是虎头蜂哦。虫虫啦。那个是一种很厉害的蜜蜂哦，它叮了你的手手之后，你的手手就会变得非常的肿哦。这个是苏卡达象龟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有没有很可爱？它很大只，没有很可爱，它很强壮。是哦，太强壮了，也不喜欢了、啊。好吧，跟它拜拜吧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玩。我喜欢啦。你喜欢它、哦？嗯。哦，那你又喜欢它了。